土堆座台，要灭无侪侪人的时，法老带大队军，甲侪侪人来，也未至到战中帮战伊，伊陪药来藐视就势，看伊已经投降，还佫做出遮个一切的事，伊的确袂倒走。所以主耶和华安尼讲：我指我的永活来救世，伊已经看清指我所救的世，并无指我所立的约。我要将遮个罪归伫伊的头壳，我要用我的网拍伫伊的身上，伊要互我的外道斗着。我要将伊带到巴比伦，也要伫遐审判伊，干犯我的罪。伊的军队中逃走的，拢要倒伫倒下；所剩的，也要伫四散伫四方。恁就知讲这话的是我耶和华。请咱来吟圣诗《俄罗上帝》，圣诗149首美调，149首美调，美妙主耶稣，请起立。Yeah.
请咱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一章十节到十七节，现代中文译本253页，台语汉译本187页。我要用台语汉译本来读。第十节，兄弟啊，呾对我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劝恁议论拢总相同，恁中间无得有分动，就是着一心一意，十个三气合。十七节，因为基督找我，毋是要行洗礼，是要传福音，无伫言语的智慧，行了基督的十字架，跪伫空空。俄罗青少年诗班要传咱来俄罗上帝信心三个连，我心信靠我主。管团要带咱来俄罗 ，The love in the light，The give in the love，I let me。Thank you.
今仔日是圣乐主日，也是教会甲社会关系的主日。我想教徒吼，朱老师教徒讲道爱短阁有力。我想讲，其实头拄仔咱看起遮济无共款团体，又阁是新手上路的团体，做伙伫遮用无共款的方式来认识，其实讲道嘛免讲上济，合意就是收这款型的。咱伫有人伫头前伫服侍，咱伫下骹做伙甲伊支持。当咱服侍时，别人真做咱的支持。伫咱优美的声音内底，优美的乐器的内底，就欣赏。但不会突出，咱会心一笑，因为这是人性的表现。咱就伫遮真做一个真水佮合一的团体。但是安尼讲道，安尼交代落去吼，就无法度交代。所以咱有通爱继续来分享合一来真做见证这个主题。在一千年前，就是基督徒在欧洲还有很多的时代，一千年前，十一世纪的时候，就开始了一个三世纪的恶梦，一个看来真正充满正当性来调集军队出兵的理由，就是收复耶路撒冷，要抵御异教徒，修复耶路撒冷，赶出那些异教徒，伊斯兰的势力的扩展。真多出兵的理由，就安尼开始真长的一个战争。当伊战争的结果，咱发现，予人失望的是，修复耶路撒冷是暂时的事。被打败伊斯兰的帝国是一个民望念念。真正的结果是东西教会长期的分裂到即嘛。真正的结果是基督徒，是基督徒对犹太教徒真多迫害和杀害，是欧洲各国经济损失、人员的丧亡，甚至是死去的拢是上年轻、上有未来遐个青少年，家庭的破裂，真多丧失。真正的结果是两千年来，这是基督教世界上大的污点，这就是十字军东征。战争就算是基督徒的战争，就算是基督徒用上帝的名来战争，上最后的结果是分裂，是内部的战斗，亲像深深深深入去到历史的册卷内底，遐个血痕、污迹，伊无予上帝名得到荣耀，反正遮个血、遮个污点，无论你安怎清洁，你安怎甲伊抹去，拢留下迄个痕迹甲气味。遮个分裂甲战争的历史，予基督徒开始反省一个足大的问题，就是这个世界。到有新型的战争 Holy War 圣战，因为这些战争的伤害和结果，基督徒开始反省，开始理解为什么基督耶稣无受学生的鼓励，就行往一个军事战斗政变的道路，却愿意单独孤单来行十字架死亡的道路。咱来讲，是毋是个当政的代志？一千年啊，离咱远远，但是咱敢无看见？今日基督徒的团体犹原在面对信仰团体的分裂甲斗争的问题。今仔日有人讲，基督徒团体上大的问题甲难题就是合一，就是怎样伫每一个人拢是上帝迄个独一无二、迄、那个 unique 的创造内底。阁会当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会达到真多联络好势，真多集体的合一。十八世纪真重要的教会领袖约翰卫斯理 （John Wesley） 伊伫伫一个讲章，就是关乎战争的想法，内底反省基督徒中间的分裂，伊就安尼讲，伊举一个例，因为伊是英国人，英国甲法国最爱战争的。有当时啊，英国亲密法国；有当时啊，法国亲密英国。
英国侵入法国就产生圣女贞德，法国侵入英国就产生亨利三世、四世以及都铎王朝。所以就讲，咱小想一下，那两个国家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，然后开战，砰砰砰砰，上帝要徛倒一边。伊讲上帝怎放手几十年台，台到欢喜才来讲，因为上帝看战争是生命的损失，是歹的代志。约翰·威斯利搁伫另外一个讲章内底叫做大公精神 （The Catholic Spirit） 讲到合一的问题。伊讲合一是基督徒会当对这个世界做见证上重要的方式。这个合一的见证上重要的基础就是听的合一，就是用大公的听 （The Catholic Love）来听上帝，甲听世间人。为使你感觉听的心意甲行动是试验一个教会、试验一个基督徒团体是毋是真正合一重要的方式，就是咱来常常问家己：我敢有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听我的上帝？我敢有亲像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上后面迄个祈祷安尼讲：无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来行来成就？人家有讲，咱因有诚实，佮用疼心来疼咱的兄弟姊妹。为甚物特别提醒大公的疼 ？The Catholic Love 就是世界性的疼，毋是无分别的放任主义，是带着生存、圣道、合一教会心来侍奉。为甚物教是咱？咱也发现合一基础的疼。是伫十字架光来光照的疼，十字架 The Cross 是基督徒上重要的象征，伊的意涵至少包含两项，就是高举基督，甲放下家己。十字架这个字英文是 The Cross，The Cross 有两个意思 ，C R O S S， 这个就是十字架，伊也是一个打锤仔的意思，就是火顶的意思。所以你看这英文就知道它至少有两个意思，等于是低的 cross， 它就是高举基督；等于是打锤仔的 cross， 就是放下自己，否定那个老的自己。这是基督徒会当合一的基础，就是在十字架顶，咱高举基督，咱的合一不是相合相，是咱做会领受上帝所赏赐和间隔教会以上。所以咱往同款的方向来跑走，咱若甲会当放散家己，咱就袂固执。因为有当时合一上大的问题就是固执，袂当调整，用输的代志来害着公的代志。那咱有同款的看见，同款的方向，就会产生一致，佮互相补足的行动，来有加成的效果。教会合一上大的两个心态的障碍、心态阻碍，就是老大的心态。我是老大，你是老大，我是老大，当然我是老大。这款心态。第二个就是消费者的心态。教会无论安怎认真服侍，若有一群上内面的同工，因开始有淡薄剥削，因开始感觉家己是老板，因开始把上帝的家当作我的家。伊开始把教会经营管理用干那我的方式才会使的方式来私有化，就会损害教会合一。这款私有化的行动，卖地到另外一个心态，大大的产生，就是其他兄弟姊妹无法度参与，因就开始退，开始冷淡，开始无愿意服侍，开始真多教会内底消费者心态，越来越严重。咱来讲，牧师你讲了有较严重啦，无遮严重，其实咱嘛是真好势。但是我要问大家一个足实际问题：咱敢有 complain 过咱的爱餐油有放较济，盐咱毋免钱，鸡腿咱来了像青蛙腿，其他这些菜拿来拿就？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现在要崇尚？健康吗？为什么肉这么多，肉多嘛风险？咱落电梯的时阵，
咱会讲同工 smile， 啊，将你的嘴齿给我看，还同工强要龇牙你的嘴，已经忝到袂晓讲啊，还要 smile。咱甲同工真侪电梯小姐甲先生，咱咧讲椅仔有较顶，顶有较光，所以睏袂去。咱有足侪足侪 complain， 但是足可怕的，咱开始甲家己退后，搁退后，搁退后，最后真侪听众甲观众，咱讲有今仔日上突出，我有听到。今仔日这首歌，无啥介意。台语讲了介歹，客语嘛无真正，咱开始足可怕的变作教会的观众、听众，然后消费者，咱阁无发现一项足严重的代志，咱阁是免费吃霸王餐的消费者，咱长期免费享受教会资源甲照顾，但是咱无愿意，也无法度付出，咱开始无听。可将大项的 complaint 批评当作理所当然、理直气壮，阁嫌同工进步了上慢。但是亲爱的兄弟姐妹啊，咱是厝内人，亲人敢毋是？咱是同工敢毋是？什么是厝内人、亲人、同工？就是听伊所听，喜伊所喜，敢毋是？每一摆同工若拄到困难、拄到失落、失丧的时阵，你敢会疼？这三个月，我因为伫职务内底需要主持中执会，伫六月中执会一开始，我就甲同工、甲咱的中执同工分享一个足重要的代志。因为咱教会真大，事工真无闲。有当下咱伫无闲的内底，事工的颠盘内底，互事工压着、堆着。病到的时阵，咱哪来咱无法度体会到迄个同工的感觉？咱哪来哪无法度疼？疼到会疼，疼到会流目屎，会跪落伫上帝面前，逐工为着咱的同工会失落、困难、破病、受伤来祈祷。咱哪来哪困难？哪来哪困难？你敢会疼？咱的同工若拄到好的代志，生婴仔，咱是讲做做好处，也是咱的亲像比咱家己生囝较欢喜的代志啊。痛其所痛，喜其所喜。咱的同工真敖，真有温素，咱的头头啊酸酸，那像今仔日食柠檬，阁无法度讲出嘴，也是咱的真正欣赏，因为伊比我较敖。我就欢喜为着教会甲上帝因果。当上当讲跋倒突出，咱会先来讲啊呵，看到啊，啊是咱会愿意甲伊斗三工、加工、帮赞，甚至到为伊祈祷扶持的程度啊。咱有法度用诚实、用贴心来帮赞。咱会同工嘛？亲爱兄弟姊妹，那咱分了真侪老板甲消费者，这个派甲迄个派 ，A 派、B 派、C 派、波士顿派、甲柠檬派，什么派拢好。无论咱分的个理由偌尼啊正当，咱偌尼啊感觉应该，那咱无法度合意做伙，为着共同的意向来努力，跑走同款的方向。咱就失去上帝应邀形象，失去基督徒受召的身份甲见证。其实人无完全无 care， 不在意咱为虾米原因来分的，完全无地不在乎的。但是因敢若看见恁是基督徒，但是恁在分的，恁是基督徒。您无法度三听，您是基督徒，您是去基督信仰的包容甲忍耐，娘娘就是安尼娘娘。但是伫只要提醒，合一毋是放任主义，嘛毋是无差别主义，嘛毋是用虾米人、某咪人来靠拢的这款合一。
合一毋是相信啥物拢无关系，采取啥物行动拢无关系。安尼合一变做啥物？变做和稀泥。合一毋是无真理、无相信、无原则、无坚持。合一毋是无差别主义，就是所有的人，因的才能、因的文素、因的学历、因的经历、因的个性、因的特质，拢去抹平。咱像大家拢无共款，拢共款共款，毋是去谋杀上帝创造的独一无二的咱，安尼就无法度真多集体互相来补足。合一嘛，毋是一个人，也是一个学术真多中心，大家人拢愿意来靠拢，因为任何伟大的人拢是人，有限有罪人，毋是上帝。全知全能，但是咱会问，若一个领导者领袖以上，敢毋是咱所有的人拢爱往迄个以上来靠近，敢毋是？啊，无要哪有共同的意向，朝向共同的方向来奔跑，要哪走共款的方向？直接要提醒，那这是上帝少数和间隔群体的以上，上帝个人当然会感动迄个领导的人，也是领导迄群人。但是上帝继续不断感动间隔规个团体，无共款的人伫无共款的所在扮演无共款的角色，拢领受共款的异象，甚至无受到异象来看见的人，也因为安尼得到感动，愿意参与。感动的哪来哪大，哪来哪扩展，哪来哪，予搁较侪人受到感动。异象的哪来哪清楚，哪来哪具体。哪都会变作有结果、有细节的计划，会当行的计划。请会记哩，那一个意象是上帝和间隔团体的，就是上帝对这个团体的心意甲计划。领导者所传讲的，都毋是伊个人、私人的企图甲成就，是对上帝心意甲计划的看见。因为意象原来意思就是看见。看见上帝计划甲心意，所以以上需要不断受到检验，需要伫圣道甲圣神内底受到检验。基督徒的合一实在是伫圣道，就是耶稣基督上帝话语，也伫圣神，就是真理的灵、上帝的灵内底来合一。伫圣道内底来合一，两个重点，一个是伫真理内底合一，第二是伫。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来底合一。真理合一是伫咱的重要的真理有共同的看见吗？咱来问讲，咱确实伫传扬耶稣基督个甲伊的十字架、伊的死个话吗？伫耶稣兄弟姊妹所传讲、所教示、所实践的，是合伫圣经，佮合伫教会需要的时阵，咱愿意放下咱的自尊的迄款。月娥爱要无爽快，甲迄个下溪的偏见甲好恶，共同参与努力，互教会搁较好嘛。真理合一，期待咱会当分辨迄个对丢甲唔丢，是甲非，但是坚持咱所信的，佮领受同款的意象，同款的看见，讲同款的话，伫行动内底。彼此三合，尊敬为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这是上容易知的啦。大家拢知的道理，这段圣经太熟了，但是这是上歹做的代志。有当时啊，咱毋是毋知咱同工的提醒是对的，有够对的，对甲人人人的对，但是人争一口气，一口气就是压袂落去，无法度。顺探上帝的心意，甲同工的看见，起毛子、义气、火气，往甲亲像要喷鼻鼻火，互咱无法度合作甲合一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为着教会好，人工愿意将咱家己的起毛子、咱家己的脾气，定伫十字架顶，今仔日就定死伫十字架顶。咱愿意心存常常存着忍耐、宽容，
那咱愿意无因为我的私人的起码是私人的欢喜甲无欢喜，私人的感受来成做我的重要的代志。那咱愿意为着讲的代志、讲的利益、讲的决定、讲的行动来努力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伫圣心内底合一，就是咱头拄仔看第二处的圣经，凡事谦逊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疼心三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系，保守圣神所想事的合一的心。合一需要打破咱足济条条框框，咱的认知、咱的价值观、咱的行事的框框甲限制，需要让上帝来扩展你的所有的境界。亲像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头前安尼讲，佮无限制上帝对你的扩展。你愿意让上帝不断来扩展你家己吗？这需要谦卑，需要温柔的心性。下面需要欣赏无同款的才能、温素、思想模式、行事风格，需要彼此相配合，甚至需要担待佮担待，所以需要忍耐到一个程度。有当时啊，咱的同工会忝；有当时啊，咱的同工忍捌了较慢。咱来直直担待伊行起来，虽然慢，但是硬头前来行。你敢有法度为着听因歌，用永远忍耐吗？更加重要的是，咱爱因为圣神的启示、圣神的引带，对咱共同的意象哪来哪看了清楚、认捌了深刻，甚至伫咱真正无用。咱个生命感觉足停起个、足起起个时阵，也未失咱个方向。咱袂亲像一群人哪行哪散，最后哪行哪远。美国人伊爱讲用一句话来讲合一，因讲 "United we stand, divided we fall." United we stand, divided we fall. 合一就予咱徛在，分裂就予咱失败，合一予咱徛在，分裂予咱失败。是啦，只有合一予教会徛在，阁徛了在在继续发展；分裂予咱做伙陷落伫失败甲跌倒中间。咱拢知一加一大于二，但是一加一加上上帝，那咱加起个中间有上帝，就凡事拢有可能，就凡事拢有可能，就无限制，就继续扩展。因为分裂甲斗争，互咱成做一个内耗的团体，伫内底互相来抵消。因为短视，因为愚公，彼此无法度搁较进步，做伙陷落伫罪恶的黑暗内底。合一，互咱彼此提醒，互咱抛走有方向，予咱会当 focus 聚焦伫上帝计划甲旨意的成全。主要所教是咱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疼，因为讲这是予人看见咱是伊学生唯一上重要的方式。使徒保罗亲像妈妈共款，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，甲咱提醒：恁着彼此合一，恁着彼此合一，恁着彼此合一。予咱会当浸伫上帝迄个听内底，予伊听充满到满出来，所以咱伫听内底无负担，因为咱是用上帝听在听正人。甚至我感觉真正无可爱的人，我也会当来听。为着宣传兄弟姊妹因果，用祈祷、用扶持、用苦劝、用欣赏，予咱接触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予咱同工的每一个同工会当得到福音的好处，予咱真实展现合一的行动，直到咱是众人服侍，亲像一人；众人服侍，亲像一人。真做集体，互相补足对方的需要。主要所基督教是咱，咱的更爱照伫人的头前。
咱亲像细细拍的一粒灯火，一个人照伫无共款的角度，但是咱若会当组织起来，就真做灯塔啦，灯塔啦，咱会当照光伫人的头前，照光这个世界，照光遐坐伫黑暗中伫啼哭困难的人的中间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呼召我真做你的子侄，真做你学生，真做你的奴仆。祝福阮搁一摆来学习合一的行动。每一摆阮伫圣餐内底讲，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打破，这是你的宝血为着阮流出的时阵，阮就行合一的行动来纪念你。好合一的行动来按这个世界宣告，有一款的原则。比三道三济搁较悬，就是主耶稣迄个是用性命合一的听，用阮的见证来改变这个世界，互搁较济人欢喜跟对你的脚步，安尼祈求，安尼感恩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圣歌队要来俄罗，敬畏主的人有福气。请咱来吟上吟510首《俄罗天地主宰》。上吟山请刘牧师来接导。
咱做伙来领受祝福，着平平安安回去。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找见你，转到上帝所呼召恁发光最严的所在，就是恁的家庭、学校、职场、社区、甲整个的台湾社会，以及上帝用百般智慧所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，成做上帝大听堂的见证。各愿咱的主耶稣基督各外大开来，圣神真理的引传。天父上帝教育的稳定，甲咱大家三甲之地，直到世界的煞尾。阿门。请坐，咱有最后的祝福歌要送予每一个做伙伫遮礼拜的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平安、喜乐，甲恁三个弟弟。